同修在群里诵读完白话佛法，许愿要读多少天消除业障。有一次在记录读了多少天时，迷糊中不知不觉写了一本万物这几个字。他想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？一本万物就是一本万，就是千万的万物，就是物质的物体的物。这还不懂，换成福报了呀。哦，念的经全部换成福报了呀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